Revivi 新专辑回归日逐渐逼近，指出的照片及影片也越来越多，粉丝们对专辑的概念也越来越清晰。先前才被发现预告早中的粉丝长裙和 Cycle MV 中的画面极为相似。最近发布的个人照也被发现了暗藏玄机，可以看到女王们的眼妆疑似有音符的形象。其中 Irene 的图案也在网上有许多种说法，但我个人觉得最像是数学符号的音位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讨论啦。Red Velvet.